苏州评弹由评话跟弹词两个部分组成，样式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是流传在江南吴语系地区的口头语言艺术代表。由于表现形式灵活自然，表达内容贴近生活，表述手段流畅细腻，表演风格勾勒凝练，而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被俗称为说书。特别是从清乾隆嘉庆年间以来，苏州评弹还产生积累了众多至今仍在传唱的长篇书目，其中长篇弹词《珍珠塔》就是一部独具艺术风格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弹词《珍珠塔》主要讲的是相国之孙方清因家道中落到襄阳投亲，正遇姑父五十大寿，方清因形容落魄，寿礼全无，受到姑母冷落与欺辱，表姐陈翠娥得报，钟表相会，将传家之宝珍珠塔假作一包干点心赠与方清，以作公书向上之本。姑父又追至城外九松亭面许姻亲，在返家途中，方清雪夜遇到，包裹尽失，被事宜旧交救往北京。方太太思念方清，千里寻子，在襄阳城外白云庵暂住，与前来还愿进香的陈翠娥婆媳相会。后方清高中状元，放七省巡案，他假扮道士，先见姑母，后唱道情，修讽其姑。母子重逢后，奉旨与表姐完婚。回中知道本人的故事呢，有历史上下有个哪几个人了？这个人啊，可是了明朝历史上下是有名气的宰相了，叫方崇祯。那么一位比读书比到襄阳去，那么个部书就开始就扒拉到襄阳了。那么襄阳是桥有一条湖，这条襄阳湖呢有点苏州上海的苏州湖差不多，有的南面北面了。那么后来毛主席就努力改了，努力的过程的扩大了，这条襄阳湖啊以比人工襄阳这个南襄阳不襄阳。大家听见那两位公卿方荣志心里阴阳接皮舞神，母女提不为礼宝，三姑临于骊山
吃的饭香，不口心疼的。所以这个家的鱼肥肥紧，他们家的死得白。当起阿公娘就再三离谱，我做的瘦的都是不能去当爷往地面上晃着，说啥方格里面吞不过口，与这个是家人。皇帝听信这大海翁，随时羽林军踏兵上头头为人，宁够出来防止风头，刚当车门一刚人刚随时无忌。父啊门第就是谭祠珍珠塔全称孝义真迹1781年，由周书氏作序的课本中就有珍珠塔传奇一部。就是一句原因讲清朝末日非想我觉得不是末日非必过是改变出出去这不这不过是改变这个唱本的唱字啊非常难顶多你在讲起是这种单音本写册子在当时光很理智。后头呢，宋江有一个秀才叫方女清，伊呢根据自家上一代老祖宗的这个本身的经历啦，根据伊个本身的经过情况，这个倒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根据伊这个像故事一样编排出来。头一本出来的辰光呢，伊拿珍珠塔下供11万书，11万平台的书。第一个呢，有个叫周石石，这个周么是秋节周，石么是特殊情况石，还有个石么是士兵的石。伊根据伊这个脚本，伊这个当中有缺点有不同的地方呢。一再出现重庆注册人工一下子我念四位。提到长篇弹词珍珠塔，不得不提马如飞这个人。珍珠塔是马如飞的家传书目，他的父亲马春帆就是当时说这部书的名义人。由于富有才学，马如飞投身弹词专业后，按照当时受众的需求，对珍珠塔这部书的内容、情节、唱词、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加工提炼，从而在一大批传统书目中脱颖而出。在周云林、倪萍倩所著的《马如飞和珍珠塔》一文中是这样描写这位弹词名家的。马如飞本名吉清，艺名石林，别号沧浪军徒，家住林顿路同方巷，自属为同方小隐楼。初年随父学行名，后在官衙当书吏，行案书吏及行房师爷，在官衙中是颇为重要的职务。但他素有不使人间造孽钱的心愿，并不乐于此业。促使他改行的另一个原因，据他自述中说，不易先人见辈，家计为艰。他家有老母、弟、妹，迫于一家生计，在他的父辈陈浪苑先生的劝说下，弃力学艺以为家业。母亲辈，他是贵戚于勇，才是珍珠塔。贵戚于勇是母亲辈的学生子。那么等到母亲来死了以后呢，这个母子妃呢有好朋友求，来应该继任父业，来唱平台。那么因为母子妃临过客来进过客栈，但是分客气，应该讲客栈失意，没里都要了不想让你活平台，所以来了俺们里向呢，替你寻了一只位置，
你是引令，引令。那么，他是过了一个名，他不杀这个九公子哈奴，但是为了自家生活，为了继承父业，所有的宋差军、雅的军业呢是上代实施。就这种观念，实际上同时代观念就莫是非或之书出来了。那么里面不是门和雅和的，因为莫称在呢属一个外商。叫怪崔勇，那么某日飞呢有谁来正在姚西之之余呢就想跟怪崔勇去和政治谈，正在一场政治谈呢唱得非常好，还是当日人话一个董相当非常红。那个某日飞这个人呢，他本来原来呢这个一个我理想在唱平台唱这个台词了，伊倒不是唱台词的，是伊拉个爷呢，是希望伊能够这个，当时光靠科举啊，所谓仕途嘛，这个还是是没这个得啥功名，所以呢，伊就这个也唱开始唱这个台词了。那么从这个开始呢，伊就根据伊拉屋里向家传这个曾子堂呢。进行了加工，所以现在一般讲呢，才讲这个曾子堂呢，是从莫世飞开始，不是开始这个创作建立，而是开始加工，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苏州的台词书目，是从莫世飞开始。莫世飞老先生呢，你是啥个出身呢？你是一个秀才出身，秀才出身立了外门里向做书吏的。说叫书吏呢，就是现在讲起是做记录的。但是你做记录呢，觉着虽然很肥，工资拿得少，所以你要想改行，晓得，我尊重他。尊重他呢，你跟啥人好呢？跟那个表兄，表兄好个，表兄怪崔勇，好尊重他。那么你本身也是这个秀才了，有一定的文化，再加上苏州有两个文人，一道参与了还是呢，所以。改变下来，六个部书文成为一部精品，是整个长篇台词当中，阿拉叫是小王，三国志大书当中王大王，阿拉曾子堂是小书当中王，成为小王。表姐是光武功。光武门，这一仗哦，英语英文风起，一双人当装的不女一笑一问。是从公子们走一飞从飞速一声声一样无样车去人去人飞那不定人飞那皮甲不明天表弟方子文为文两个一见公子名如地天，薛家军大权人老总副书家丁喜人元家董占子李大为平天，从未见起立天朝将翁必将生我不敌喜见不疲。
在书台实践的过程中，马如飞从当时的各类民间曲调中吸收养分，按照珍珠塔唱片的特点，创造了以行云流水、质朴爽朗为特点的马调唱腔，开一代之先河，也奠定了这部书目以唱闻名的特点。历代传唱珍珠塔的艺人也以马调唱腔为基础，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弹词唱腔方面形成了一个系统。凡是唱珍珠塔的人呢，起先侪是学马调的，也就是马如飞了先生的调对。你要学珍珠塔，先要学马调。那么马调是啥个特点呢？里向有不少特句，特句交关多，而且那个曲调比较淳朴，那个成韵呢比较成韵。那么搿马调唱法呢，不像现在大家唱得介快，而且那个节奏比较平，唱起来比较平啊。搿当中有的顿顿那结个，就像以前书屋里向搿种老先生背书一样。那么你还不搞伴奏，那个椅子呢，这是喉音啊，当当拍子个。马调呢，你从来没听过，也没办法可以听，因为当时光没影响资料，哎呀。那么从马如飞的一马唱下来也是清，大家听不到啊，不对不对，搿辰光是啥辰光呢？懂移风懂日的人呐，离开现在还有，我爷爷离开已经在也130年前。啊，所能够推向上去啊，从音乐方面推上去数年，我爸爸得知韦觉清唱的，还可以听得出有点马调的影子啊。你这个唱腔并不复杂，70年基本上是像朗诵一样的。一般平台唱起来呢，就是唱一句一句上后一句五后，这个呢是一句句来。马调呢，也是几十句连在一道唱，一口气唱几十句。我看侬听看听起来气不透，你这个呼吸呼吸都好。哎，但是一点可以肯定，你是有东乡的，特指文章的，还起来，我里下个特句比较多。这句里唱方法就是马如飞养出来的，但是听已经听不上马调，但是你可以寻得上马调影子。从这韦觉清唱的，人家还马调，后来叫韦调。那么我你当了台上像这个叫按唱的上帝呢？你说哦，今天来个马调唱的马那个，还马调，所以这意思就是。一个影子。从马如飞弹唱珍珠塔开始，在边演边改的过程中，他还得到了当时文人阶层的帮助，共同为珍珠塔丰富了大量内容，使这部长篇弹词逐渐形成了官字紧、唱词多、文词雅驯流畅等特点，被评价为细腻精致、入情入理，稀毛变发，穷幽极微。在传唱至今的100多年中，历代艺人也都根据所处时代的人文环境与审美需求，继续对这部书进行丰富和创新，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能听到的内容。马如飞搿辰光还不是自家弄一股子弄。你到台边上了，搿辰光水才多，材质多，搿辰光搿歌搿物事侬晓得个，啊，搭里加工，搭里修改，所以会得一步成功上讲一部书，不是你一个字创造出来。写珍珠塔作者了，你文学性很强，特别你有后生啊，马如飞先生，但是不单单侪是马如飞先生讲的，写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啊，老先生讲给我听，我珍珠塔搿部书大家非常欢迎，受益到了很多文人雅士的重视。哎，搿么是要大家来努力，才可以群策群力啦，搿部书才会得好。
最后都是交给文人来替你加工损失。据传说，马如飞有三部珍珠塔，一部是供上层阶层欣赏的，唱词中典故居多，修辞典雅；一部是专为乡村农民弹唱所用的，多用民俚俗语，通俗易懂；还有一部是唱给普通民众听的，雅俗共赏，因此他所到之处受到极大欢迎。马如飞呢，因神之意，因地之意，因时之意，三个因，因是，搿时代是哪，搿时机是哪，那个诗里向大概所谓可以接起来，是吧？今朝我啥个对人家听诗，那么我根据搿点对人家那，我个诗哪说法，是吧？倘若是对些读诗人演出的，那么我里向怎样是要讲一点，啊？对一些搿个劳动人民演出的，那么我搿种物事可以拿特点，加些搿个社会生活当中的物事摆进去。开头呢，真是只是坐了海说的。不好立起来的，为啥道理呢？马如飞啊，一只脚有毛病的，立起来三姑娘，这个这杨奶屋里像个陈青蛙一样翘脚，所以伊不立起来，坐了还说，坐了还说嘛，生就是创造发明呢，人家称赞伊有叫四道，叫眼道、手道、心道。新道制造。同治六年，苏州牛岭山房出版个刊本，也弃脱了毕竟个事体，增加了后头，没得襄阳去打他，陈于是挪到楼浪向嘛，三家人他哭他，增加了搿个事。我觉着搿个增加呢，比较增加的比较情不政治他，是吧？你挪北京的都是挪脱呢，就是讲削脱了一些比较庸俗低级的么子，我觉着是哈个。但是那个下武天的啥是垃圾袋，垃圾袋是只有两个上午后是上头句，我都不给大家听听啊。生产个下武天哪两句上头句呢？这千金一路来思乡，哟，哈乡你真，哟，哈乡你真。十五闺女见夫君，哟，三生六神，哟，三生六神。那个是，就是很那个是胡体的，是吧？但是把马如飞水里向呢，也算给有几十句。那么要比例，原来的这个两个上下句呢，要丰富得多。既然珍珠塔被称为苏州评弹小书之王，那么在抒情结构、说表弹唱、表演手法等方面，自然会有不同于其他书目的特点。那么
珍珠塔的关子书是如何设置的呢？占全书篇幅六成的15000多句唱词是如何做到让人久听不厌的呢？不同的情节段落在当年的书场中又是如何铺陈安排的呢？在随后的节目中就将为大家来逐一介绍。从故事情节上来看，长篇弹词《珍珠塔》所讲述的内容并不复杂，而且相比其他传统弹词书目，《珍珠塔》的人物也不是很多，发生故事的场景也比较固定，更没有侠客、公案、朝堂等情节。弹词老艺人魏寒英曾经打趣说，只要用几十句唱词就能把整个书目唱完，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承认抒情的不复杂，二是反正了听众的喜爱。那么能够把并不复杂的事情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法让听众百听不厌，究竟靠的又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我们讲一个部伦理史，家庭伦理史啊，里头一些公案史啊，这个一些这个爱情为主的这个些长篇啊有区别。一部家庭伦理史，其实嘛就是讲啊，姑娘苏丽阿日呢，姑娘苏丽阿日里向所引发出来的很多很多个故事。但是里向的反复矛盾，甚至里个个里向的人物的这个心理描写是相当多。不比各种一般的其他书，你搿里向侪是人的心理啦，就像方清哪样想的，蔡平哪样想的，搿个方太太哪样想的，沈夫人哪样想的，这个个人的想法，辣辣搿个通过这个十四人的字里向出来的这个变化，人家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所以甚至他就是对人不善，实讲一部书，你重复句子。人家要听，有个种书重复经常会听呀，那说来说去个两句闲话，但是你重复的那个原则、定则，全部侪是把它服服帖帖，听得老有味道呀。甚至他文学基础厚，他这个片子诗三拟韵定则运行得不得了个，听得老适宜、不牵强个。珍珠他首先是不是听故事？因为珍珠当中去听了，搿本书蛮精彩，侬回头去讲讲不出，反正侬有种事讲得出个，那迭个人迭个应用到酒店上吃几杯酒，没得人打起来嘛，两高头打挡到下头嘛，你努力一拳，那么努力杀脱了，那么弄到公堂上，公堂侬讲得出，珍珠上侬讲不出，侬回头去迭个小姐在放心板头，你像一彩屏，搿么啥事体不晓得，那总归伊拉哪能侬讲不清爽，你所以伊迭个书个艺术性啊。有一个特性，那么你看啥么子？看一个戏，方清儿进花园摆这个台子，在花园里上点辰光，在打三不歇结束，大概中浪向嘛四个钟头不得，但是老先生说也是一菜，哪一菜呢？是年初一开始到五个端午，吃五个的一菜，那么来不这个戏嘛，来哪是得这三枚？最多啊，四十呀！啊，方兴今天喊我啥么子？喊我三多四喜啊！这名字听上去像是同日名，方兴讲别想，听听你口钢笔上。四十两
假如牛家遇到别的旅游箱，非是一个是东港是口罩性的外去三文，是旅长是永宁。哎，这边的不一样，后是共振平台，在这里呀，上人为了平台了。再要哭一哭的，谁都是为了自己没人看。在地上我就是一口阿银的，街上生不吃后来发现公不银的，哎呀，我们说起来不对的话，你都是试试看。彩屏的别掉流浪。一进老地去公交上放清楚，那一个口地子放清为的不认得干，遇到一个，因为彩屏的放清水在你旁边的纸旁边顺光急急走出，话题水在你放清来的辰光，孙老乡是虽然当白皮地了，我知道是让对了孩子，再者水在你放清来面孔嘻嘻水热了黄，现在各自在你吃着肥肉胖，装模作再个一只牛了无后，所以是俺几点不认得菜。两个无缝一米之交在风雨中，一时小雾飞在地，万机仿佛巨鹰涌。从艺术创作的手段来看，珍珠塔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唱词。经过历代艺人不断丰富加工，珍珠塔全书共安排有唱段300余档，唱词15000多句，占全书篇幅的1/10，是所有长篇弹词中演唱内容最多的书目。整书唱词雅驯贴切，用韵考究丰富，歌来朗朗上口，像有唱不贪的珍珠塔的赞誉。你搿部书就是以唱为重的，而且赖先生也是讲，唱呢不能够为唱而唱的，一定要根据情节的。那么珍珠塔搿部书因为是以唱为重，所以有句说话叫“唱发啥个珍珠塔”。因为马若飞自家是有学问的了，伊对珍珠塔是虽说的内涵，那么你搿个一般侪是搿种文人朋友啦，侪帮助你的。帮你的这个碎石的从唱片啊不情节啊各方面是一个唱杀珍珠塔说杀大红白，大红白是独山书阿布多书上代人没出在一个为开口贴，所以叫说杀大红白，唱杀珍珠塔一家分唱啥歌啊？48岁呀，这不过是48岁。你说明就是唱蛮多歌。你里向的搿个片子，你如果去看下了，每当片子搿个意思同样是反反复复，就是搿点物事，但是唱了海人家不有变，不有气，还不有变来重复的。甚至他特点嘛，你就是唱片里向编织了他好呀，编织好呀，哎。这个唱剧一个一个是沈简安的弟子汤乃安在《浅谈珍珠塔唱词》一文中写道，其他弹词总是说表多于弹唱，而珍珠塔的唱词约占全书60%左右，从初见姑到打三不孝纸共有唱词15000句左右。作者在书中安排了这样多的唱词，不但使人听了不觉厌烦，而且也正是听众所以喜爱珍珠塔的主要原因之一。唱词多又好，正是这部书的特点。越是关子，唱词越多，很多长的唱片一档就有50-60句，在结构上也如文章之有起承转合，且多叠句，常在唱片中段叠起，愈叠愈多，称宝塔式，用马调唱叠句，愈听愈有劲。一平台唱片呢，侪有4个规格的，啥个规格呢？七十韵文与平仄声的，平平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珍珠塔搿部书汉语
就是喊那个病执生起来记一点。你从头至尾所有唱片，病执是非常一点，病执生也不错的。其他县市没一部可比吉利的。伊这个，伊这个唱词写得相当好。一般是诗啊，侪是嘴巴里向气沉奏合，啊是啦。那么唱片呢，有着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但是莫瑞飞写的唱片呢，伊唱片里向可以气沉奏合。不要表我。飞呀，飞呀，飞呀！飞出境，染花香。珍珠塔的唱词非但遵照与符合音韵使用的要求，而且还根据抒情发展加入了许多典故，这些典故内容在引入时非常注重与情节契合，所以总是能够恰如其分提点出唱片的重点，并不显得生搬做作，可称作化雅入俗。演员在弹唱时还会或联系实际或联系抒情，对典故加以进一步解释和评述，让观众听得过瘾。玉帝是工人民族真是他的批子下有很多人间地构，批子是统治了一下而了创的那一当一层阴事，上如风一笔呼心，妻女当日不发心，谋事一如归阴人，不得功名，不得阴，不人民的阴事，我无非人民。这个里写一个故事，那一是一个故人，你是一个县子，你自个本身不想要功名的，不欢喜做官，看出官场
实在是太医是个恶化部门者，国家当中，而是个是良莠不齐的，你想跟我们干了还说啥呢？但是你都娘，半夜里读书，半夜里做工民，可以用中也走，是吧？那么哪呢？我也是先人娘，我也是要满足娘个希望，那么才去参看功名。本来是妻女当然不发亲了，那一当一称硬也想硬起来，但是娘不允许，那么妻女当然不发亲，妻女当然不发亲，是吧？不得功名，不得硬，不人民的硬是我非人民，所以你要称在硬字了，你必须要有此功名，做此一人官之后，我不做这个来为想，我这是脱贫为国，我硬气的，这个是你有资格叫硬字。你一功夫人是名夫人，一个各各这个虽然，你有啥个资格叫硬字呀？所以人家有句哦，你有一分才听一分珍珠塔，人家讲了，那你不识字的人，你听珍珠塔听得懂的。因为搿个故事大家侪晓得个，是吧？那么里向个对话，有种风趣个然后侪听得懂个，侪是唱呢是个。里向个像歌地在，里向个啥个从神女在，是吧？从那进士，你才懂个。那么你，假使你个世俗个人，那你讲了，搿个世俗先生，你文弱人的话，该点个，搿么你唱词里头，你会得里向高谁笑，是吧？你有种什么？毕竟文化人都是个地界，我们就唱歌就唱歌去。有种人理得，你唱个人家分懂啥意思？就是讲一下五楼，人家唱噻。通过你呢，侬来多听，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从我自个来讲，我读书读得很少啊，小学没毕业，但是由于学了政治，他有一年，哎，稍微提高点文化。有辰光呢，对这个历史故事也有所了解，才是从政治他里来的。啊，比方讲这个，阿拉讲唱唐人，啊，道情，道情搿里向就是讲，伊结棍，伊搿个讲，方清是说西龙、少龙自家姑娘嘛，葛末伊是有对比的，秦琼、狄青啊，历史浪向搿个两位神伯，伊拉个姑娘哪能对伊好？搿个里向就有结棍历史典故，啊，伊个历史个典故在开了里向，开了里向。那么，还有比方讲，也是唱唐人啊，一档片子，现在这个叫啥个？方清一档片，有一档唱片的，那么唱唐人文人啊，我好比风无常，终醉作动心不热，我好比蜜生病，如意结果马金石，一句唱是就是一出戏啊，啊，风声少情就是这个一个风声是还是这个我非说的时候，又却要风声少情怪了，就是魔力魔情怪。密生病结果魔兆，所以包括这个蔡振亮他的讲啊，蔡振亮他的讲还有很多这个这个西方女性浪向的这个调侃啊，一个个常识浪向这个一个个分布了，很有意思啊。包括这个方清儿今后有第一档片子《鸟声应成东风》啊，有一句常识叫“云香衣裳花香容”，这个甚至就是讲我们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当中。他有些句子拿过来，但挪过来不删啊，一把刀个里向呢非常贴切。这个甄子他个唱片呢，非常非常多，啊是平仄叠韵，唱起来上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雅俗共赏，听得懂。倘若呢太雅呢，别人也听不懂；太俗呢，啊，有种人。这个中国人，搿辰光人侪比较这个思想么的人多了，葛末觉得太俗气，人家也不爱听。搿部戏呢叫《妖道共赏》。啊，妹子呀，侬这个戏子呢，在侬一点个悲。
在苏州评弹中有句行话叫官字读如批，意思就是一部书的抒情内容发展到高潮与紧要的时刻，哪怕刮风下雨，听客也会赶来聆听。而如何设置这个官字的情节也就至关重要了。有意思的是，珍珠塔的官字书也是围绕着唱片来进行构思与设立的，诸如哭塔、托三庄、庄台报喜等，既是重要的回目名称，又是具体的代表性唱段，这样的处理方法在别的书目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每部诗呢，人每部是个诗性的，阿拉珍珠塔诗性什么的，就是唱，以唱为特点，而且珍珠塔特点为什么呢？毛拐子。有年有年，人家是讲是故事性质有年，阿拉是讲唱词。七十两塔，我说不成楼梯，方清金娘唱长城，戏金鹰侪是唱词，用唱词来做官字做有年，这个什么事想不的？我举个例子，前头诗里向生产过神塔，定做高低性，那么要定做高低性，好像一个大官字，其实一张唱片。哦呀，哎，三家并重珍珠塔围在唐林浪向，三家扩塔升塔还是唱片。那么三家并重托三庄还是唱片。那么而今忽有唱片围而多，七十年他唐林百戏还是唱。三家五体一是唱，三夫妻相为通知国事，人公民人血侪是唱。但是金姑娘没必要讲的，是吧？大都唱，方清要从自家相府出，刚刚去刚到现在走过，你讲要叫我唱，陈夫人我也唱过了，连得歌词两家里出起来相骂，还要用唱片来唱，是夫妻两家里相骂还是唱片唱，但是侪是唱。但是老听众老早才晓得，哦，七十两趟啥个通知扩手，侪是官字。但是听过了我要听，听过我要听，所以这个唱词相当好，三十句、五十句、七十句、连贯句，可是非要说呢，听众听得满意，唱的人呢还满意得不得了，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有劲。从这个整个这个诗的脉络来看呢，就是后头诗比较精粹，后头诗比较精粹，这个人物呢，这个矛盾啊还比较集中，就是他这个阿拉讲起高潮比较多，高潮比较多。而且有的书呢是体现了珍珠塔的特性，啥个特性呢？以唱为主，所以有的是个官字啦。个官字蛮滑稽，阿拉个所有个这个上篇的官字，就是哪么文字？比方讲要杀人了，比方讲要揭法场了，比方讲要哪能了，这个大事体。这个珍珠塔官哪么文字？七十两塔，哪么文字？通知扩手，七十两塔通知扩手，侪是个当唱片的名字。就是以一个当唱来作为官字，作为一个语言。啊，弟弟呀，他来了，你可懂啊？不懂，这个玩他是啊他，到底啥人来这家？哎。Bye.
做亲呀子，你心里有个最大的手中当个女东家，那最亲贵你不得到，重要的岁日你就啊，你后世有种他不他珍珠塔的故事最早是从说因果开始流传的，除了苏州评弹，粤剧、西剧等地方戏曲也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在这些地方戏曲中，珍珠塔的第一幕总是从方清初次见姑娘开始，而唯独弹词却从来不直接表现这段内容，这是为什么呢？与其他长篇弹词一样，珍珠塔可分为前段书和后段书，那么从前在书场演出中又是怎么安排的呢？请听下回分解。按照民间流传的版本，珍珠塔是作为世俗的势力与反对势力的民间故事诞生并存在的。故事从方清远赴襄阳借贷，结果被姑娘当场势力开始。为了和之后的二见姑有所呼应，这段内容也被称为前见姑。其中姑娘的爱富欺贫与方清的穷酸低微形成强烈反差。由于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激烈，戏剧效果明显，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在各种地方戏曲中都是作为重要的一幕来进行表演。唯独苏州弹词《珍珠塔》却从来没有直接进行说法现形的演绎。这个呢，从珍珠塔设施开头是从来不设的。谁的那些姑娘呢？姑娘那势力呢，才是别出来的。哎，出场就是这个蔡平出场，那花园里向就碰到方清。那么拿谁的这个姑娘势力的事情呢？势力做出来的，这个谁就不明白的。啥体不是呢？因为是去的。想当初姑娘书里嘛，想当初嘛呢，注意到姑娘出相去，他们哪能，超市里啊有这个，闲话当中还要重复，识别当中还要重复，那么所以前头书个珍珠塔，姑娘初见的初相会不做，没了，拿去想象了，你后头会来提的。这个是创作人的手法了，因为开头加设置之后了，到后头重复。这二次借口讲重复了，根本有些观众看不晓得了，所以在那各个省的书里向，是适当的时期，也在个人的立场方面讲抽借口的话，搿能一来呢，听看不讨厌，好像不是重复了，因为个人讲过度了呀。想告蒙大人。一问谁理我犯苦恨，理我与孤鸿
我无知岂不能生，以我无功名为罪，害我无家之上地生，为呀人一人与人迷茫，非我无知你不履身，训斥同志离弃亲，不给人纵容彼此来欺瞒我，重重女也记不清，生我无体为何名，应受我无本，生我无辈你终不自然口里名，世人莫说不通一身两色，一给水里落飞分，那分不对，方不定大将来，用功生去大将军，于是呢，大不大理不灵，风中让不女人，一不落魄上门林，一笑身家富贵金，世代中姑娘们与你好亲亲，一人弄翻天，兵吃骨，始终不落自亲亲，我必然随我听你的，后续听你呀谁知音，其人你莫不听人。从前苏州评弹的演出时限一年可分为三节，春节到端阳为一节，端阳到中秋为一节，中秋到年中又为一节，一档演员起码要坐满一节方算合格，所以他们说的每一部弹词书目篇幅都很长，久而久之按照抒情起止划分成不同的段落也就逐渐形成，这些段落各具重点，比较独立，可以根据演出情况单独播讲，珍珠塔也是如此。你记得老师的辰光呢，因努力分成谁总会谁的，谁都没比方讲啊，从方清出生后又开始，但方清呢，这些女的三只要哭他，并脱三张啊，搁到一头谁头当中嘛，不是相位啊，并不是相位，为搭了壁架书，壁架书方清进京啊，方清扣灯啊啊，搿一些书，那壁炉当里应啊，那么有的呢就方清送至上月了。这个都是呢，从现在来讲说的比较多，大家经常是这个是啊，洛阳啊有好几位这个老师个洛阳，但是方清已经后有做主管了，总是上去放置人偶，大襄阳来啊见姑娘，这个即使是见三姐也是要逢三姐位啊，那么再见姑娘唱大人，再见娘当三不相，这都是比较完整的。上篇呢就是讲个一切两努力，一半呢压的是。一般呢年历史啊那个那么有的年上呢作为是叫咖喱，那年上上一种的没腰上喝啊被你讲的这叫咖喱，腰的呢叫米汁，米汁呢就是讲中国从后金湖又开始的因为南蛮的呀啊，那么年历下呢咖喱是呢是一种就是讲啊一般性啊真正是第二个大事的五十三位是有这个特点开始的，就是讲啊，三只要进欧堂啊，是有个大开始的。因为前头是个起伏，又是有个，起伏是有个，
批示成他，是吧？女的，女居于的别搞，是别搞事。留下来是做家房亲，啊，做家房亲嘛，啊，蛮血的一个，都不到上当，是吧？蛮血的一个。那么前头是呢，是相对呢，以这个性质了，那后头是加些种，当然呢，伊也有交关非常好的事啊，生产个扩大啊，比方讲脱三脏啊，比方讲生产个神态，搿些事也是非常精彩的。生产个扩大有的是一扩大二扩大，生产个扩大有两趟了，那么还有生产个脱三脏，脱三脏也有是一脱三脏二脱三脏。老衙门里脱三双，开头呢在了翠屏门里脱三双，情况才不同了。那翠屏门是脱三双辰光呢，生产屋另外自家的上三四个要洗出来，那么一脱这个翠屏，我洗之后了，我做事，弄家宝放去。我把侬称为姊妹，所以两姊妹加一个女人，这个脱彩双头一个，脱不彩屏的。第二个呢是脱不自家爷的，关照自家爷。如果彩屏的出生了，伊个爷也是算在，也是好出生，所以不要拿伊当下头，拿伊收为奴隶。可能一来嘛，两姊妹家一个男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从弹词表演这样一个微观视角来看，那就是一部书目的内容更趋向紧凑，更突出重点，高潮的桥段反复被演绎，其他段落则日益淡出了书台。这其中的原因既有节奏加快引发的改良，也有听众群体审美取向带来的变化，更有演出周期造成的局限，不能一概而论。然而这些传统书目的篇幅越说越短，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前半段的诗没把后半段诗来的丰富，后半段诗呢这个里向没事多，像现在这个吃肉的呢这个也好大吃，前半段诗呢比较闷，那么所以说后半段这个说得多。我本来是打牙平常打个人我上夜里就是前半，夜里是后半，初进宫有二进宫，片子是好，但是搿个辰光呢，只是
一点善欲，一点神啊！别人家听见的中国方寸都是要把个强盗啊，那个听他听到那发大事，到以色列方寸走之国出去了，听他呼吸，所以听耳尖忽悠个人得。几十年是一百六十年还容易的，是吧？从方寸进中央势力，有些人不做屁股一嘴的，我来跟着来要下个，马上就再带巨松顶。据说你我来外出来两夫妻相慕，所以方千年一年有得色，就把他讲的。这西施呢，是比较只有一个故意，并不实际了。他讲这个势力大反水这个矛盾啦，并不简单。这许多事情，还让蓝先生也还不是定定的。花了心了下手，因为后头嘛，比较个引人入胜，你讲听起来，个不是相声的他，个矛盾冲突干了，哎，所以那个说起来嘛，还是你讲听起来嘛，过着个。谁都是呢，不是说争取他不好，谁都争取他相当好，相当好。嗯。但要是谁又听出听到了，心里闷得嘞，风控啥子样？为啥个许多事发生？我分天几个许多事。哎，我跟先生这个叫最远的先生，就是夜里向补习三位开始，压力耳尖忽悠开始，十一个月。那么这个外务院先生呢，你担心不都是心理作用？你过来心不都是很有神经的？那么我听了这个介绍。看了几个结婚了啥呢？我觉得确实是不如是美哈。要得搿当，搿个别等一等。哪晓得？他是姑娘私里我，哪样是我真？我再叫上去，娘看见的这封信，心里一定要哭。我不让半边，他是说我不能让半边，我感受到娘亲娘也哭，我求求你。你太太口径的封信一定要恐不能去怎么了娘是小娘去吗我姑娘是你是小娘去重新理应配亲别叫审查都小娘去吗娘的裤子顶上去你的裤子靠我进还差不多是老的夫妻命，谁一儿举，理应正他；谁两岁，还一空气为当然，这不方便。上世纪八十年代。谭慈老艺人魏寒英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一部《珍珠塔》恰似一部评弹改革史。马如飞改编《珍珠塔》，传到徒孙魏玉清，要说八个月；再到我手里，精简减半，仍说四个月。那么现在还有多少？八十回，说两个半月。”阿拉他先生，魏云先生。搿辰光当个排队辰光，老里只一只搿个房间里向，你搿句话我是非常印象深的。你就讲三哥，哪有个吃珍珠塔，侪辣白高档，哎，啥叫白高档呢？所以那前头也不吃个，前头刚好啥地不吃。过年打麻将呢，最后得来吃十四一天，半夜点上火车，咁么你晓得十四为水啊？所以水越浓越多，越浓越多。那么尤其设置十四一天呢，不大会去设这种隔离数。总归是米子数，不晓得米子数设的上子了，大便是隔离数在。倒是隔离数，人家听听大爷蛮好听的，那三。既然有能够让听客冒着风雨都要来听的肉段书。那也就有情节相对单薄的软档书，这种单薄有可能是内容平淡，也有可能是听之不畅。珍珠塔中的方清跌血便属于后者。方清刚刚经历了姑母的势力，随即又血液欲盗，并且险些丧命，
真是凄惨落魄。所以从前每当说到这里，书场里都要跌掉不少听客，这也真是听者不忍啊。正才我我得正知他审不了方清之后，方清要回受湖南去不啦？那么一心急，六十天也够了。第六天楼里向。第三个就是碰到邱六杰讲的。邱六杰就我又抢脱了。事实上是抢正知他。你逃避实在熬得不得了，搿个人呢，这个门前的读书人呢是蛮懒热的，蛮固执的。你阿姐啊，拨了两个点心，我逃避再熬，我不明不清。那么再一个呢，因为省亲我玩个不本来，是个不本来，恐怕那边路浪向出事体，因为我不解释不来听，我里向有政治办他，我解释不来听，政治办他你会怒呀？我这次是固点心，打不了就两个，你再还打个？那么你不晓得呀？你不晓得嘛？地心情不切，实在熬得不来三次，去搞开来嘛，直接把那邱六杰扣起。到了下午去的辰光呢，伊退一去，退一去嘛，方清跌了这个水沟里啊，跌在水沟里向嘛，伊就拿方清的几卡啷个包，方清对我来嘛，几卡啷个包也就落来了，落了水里头，那么伊拿一枪插得去，是个哪次叫击他？原来是那个。今年像个半圆形，南国中是半圆形，个骨头老高个大台，看见个大台有后光，你想还是后朝还只有人去军后，那么曾经盖过的，一眼光刚上呢后光，原来去看看了，是上面呢方清粉出新湖北，个人翻山从上游的，是有的红光翻上来。那么原来呢，消防搿个位置搿迷信呢，随讲邱六杰的方清神经了一只，桌面里向开过后盖亮了，搿情况个后分身引起个后灾，走到最后呢，看见个方清，哎呀，拉上搿石头里向带下去，那么我就追上来带手浪向，我的关心是搞一门门哦，是要。上流队还是拒绝不搞得这个拒绝了，你都逃兵上去过的，那么现在方清是哪里到的真相。风雨浪山虚孤独，人民是最木然人，该的心提起眼里神，包括珍珠塔在内的各部传统弹词书目都随着时代的节拍进行了浓缩与提炼，但是相比其他书目，珍珠塔总是显得更难掌握一些，且不说典故的通读与知晓，光是那么多的唱词就够从译者好好花时间来背诵了。珍珠塔将近要100万字，但是里向个唱词呢，有15000多句，侪要背出来个。当辰光你侪要背出来个，有辰光譬如说到一只木头浪向去，背熟之后
啥地方开始啊？啥地方结束啊？啥地方开始晓得了？哦，哎，金湖又开始啊？哦，晓得了，金湖又开始里向个窗子上个斗笠才有来个，甚至到富贵到啥地方，那随便从啥人地上开辟上个窗子，上个金幕，你拿出来就是。干嘛不干嘞？干嘛把戏呀？你比那个和比那么就是记呀，就是把戏的听戏呀，哎，谁听戏？平时你你内行闲话，你叫拍仔，就也来带了这书，我了我就听书，我听书你就等于拉拍仔，拍仔皮就看你角色哪能起的，唱是哪样唱的，对吧？就是搿点。那么所以呢，我书把给我，把给我之呢，我再打理一段时，打理一段时呢，我去角色，记得不够，你把它记出来。那么说就说就是打进进度的问题，他就是这样。那个所以就跟人讲，你能呢？哎呀，他唱平台人真的不容易。加长个书，那个背得下来，我讲分谁不背的，分照本谁道，分啥个一字不漏了，啊，个个谁不背下来？背下来说明侬个思想没本事了。啊，过去老先生说书了，侬看搿个脚本啊，色调没了，歌曲有个，韵脉有个，还有就是唱字。侬要看色标了没的，色标才是才够听之先生怎样说哦。那么我根据先生的记录，那么我根据自家的特点，或者是在心目上面当中模仿了，我来再说。弹词珍珠塔中，方清可算一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在前后两段书中，他因为先贫后贵，所以心境与面貌有了很大的不同。从一个被革去功名的秀才，到手持黄金印信的七省巡抚，在起角色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陈翠娥和彩萍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主婢，他们虽然年龄相仿，但身份不同，性格也有差异，又应该如何塑造与区分好这两个人物呢？请听下回分解。在苏州评弹中，关于塑造人物有个术语叫起角色。因为评弹表演没有戏曲中的服装、道具和妆容，说书人只能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对人物思维模式的描写和心理活动的刻画，运用韵白等表现形式，再辅以眼神、动作等细微动作，使人物立体，让听众有身临其境、如在目前之感。角色起得好不好，对于整体效果影响极大，而要起好角色，首先就要对角色有充分的了解。毋庸置疑，弹词珍珠塔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方清。那么书中的方清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起来一个个这个什么了，谁都说的呢没讨人欢喜啊，没舍得同情的，我在把他供养书里，阿拉有一句，你把他供养从书里是自卫党出来的辰光，想跑的辰光，又当骗子的，根本是蛮像啥蛮新手的啊，这个上一个董事长呢，十不九十，从来没出过远门，你妈叫一些加钞票，政府你都不开心，那么因为这个三个穷穷穷的屋里外带外间三代同，再不才最十两口，你要出来人啊？那么方清就是讲不你听，哪情况啊？相互之友哪比分量啊？干不出个点同的，说来讲话的，那他怎么算的呢？就行了上进之路了。政府人呢就不相信，搁你摊子里待着。那么什么在个规则里你出去啊，我得来去换换衣裳，你重新再到前面去监督工调就是顺利了啊，就表示那你放在里向做一个天地水利来，你放清分口，根本想不到公园上树立，公园树立当然是在旁边屋头，搿天屋头嘛旁边拍灯啊，你搿个面多之巧代理树立，搿么该是上心眼，搿么伊觉得没面子两栋眼里，所以搿个种方清是蛮值得同情。三家拨了一百两银子，方清就讲：“我一生民在众生之，难道要多送襄阳百两银子？”说明方清明外国。然后金圣明派遣以后的北洋军，那不人民不为官，不服襄阳，就不入襄阳一没钱。一定要争一点资金骨格来拼天机，说明方清支持，说得就做得，读书读得来无业无业，读书读得来喊你希望想让在这地方去也得出特地。那你方清以为开啥货件啥个啊，也是啥个季节啊，不晓得，就花开花地两不知，都得是谁啊，说明方清毅力，你要做个桩事体要做得住。等到德兴自家虽然就割脱了，阿就跟你讲，加一个名不来客，你听而走心。可是弃军啊，你还都没等别人讲名字，你看哪个？看哪里在楼个？皇帝晓得李公一般杀头个，但是你听而走心。我是特个条路，不养人不养，是吧？结果看第一名状元，才是急得不得了的辰光，你提出我自己认罪，自家告诉把皇帝向皇帝坦白，我不接这个，我叫放弃。这个神人表弄上去的辰光，那我们设身处地的放弃想想，你是啥个心理？谁是这样斗斗以来刚才一刻钟的辰光，你决定那个命运死活活，首先我上去的辰光一定发对，你个这个你对皇帝谁啊，说明这个你愚对愚实愚之愚其家文字各自背，后世的人大富之美，家老车门不是这东西老。你这个心语啊，在那么这个神态当中表露出来，啊的，为啥他一下都来着了，怕都搞笑，一包点心药也办不清爽，你吃这套药了，啥啥？哎，所以这个方清也是个读书人，所以规则里一个两定不可都带过，啊，所以这意思是，侬要是来帮他马上人了啥？
人不要等了动手，快点过路，快点回走去。没你觉得啊，江河什么顶子的，不要动手。啥地方动手？动手之了，手指下来了，底身摆了边上，不要动静那么大，弄吃脱了噻。哎，张鹏吃脱，吃脱么吃脱了。哦哟，哦，晓得了我不吃，中国不吃啊。我好比玩脚了浪，搿是一句迭个地沟。玩脚了浪，搿个就是三国年间搿个一只陆战嘛，那就是扛了袋袋里向，外出去打伯娘吃。所以曾祖堂伊时时刻刻有一些典故来表演。咁么，生命方清呢，伊是一个学问，一个呢小人脾气，有点耿直耿直，对吧？在外面讨人欢喜。姑爷无奈你不担，走进第三，两边老的钟声风起的气沉泪，冷一冷你心所老，家人这里压低声呀，心里万千心，他一生心大不的一些心不灵，再不退，他必得一目永远的定。方清这次规则我要办谁，你当时光司令了的，我以前是要回不来。实际上方清的气量是非常小的，因为上趟姑娘努力司令你为吃不定姑娘但这个司令是真司令还是分人道道的司令是激励我，那么你来偷偷看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偷偷看里呢你就讲自己好像我分钟半的我靠躺来，那么陈夫人一听你分钟半了，哎呀跟我带来啥都带脱过，你是你是让我那么带一点不大武功不大活络就两样子，那发现可要武功不活络根本没在他手里挣吧，要到有时候政治官了，所以到这个进士成家之半途彩铃不是生活，我们彩铃有一个叫白沙家三年，哎，你要你讲我妈做做三年了啥个啦？瞎讲不讲，蓬莱三山去了啥个三年？说三年事体不肯讲，啥体不肯讲嘛？我做过冇讲，讲之后嘞，跑西龙公园了。所以搿个里向呢，搭彩铃搿个里向纠葛呢，彩铃嘛，阿伯阿伯哪里讲，你冇伯勿肯讲，侬现在请我来通知方清，方清冇哭手。那么搿个里向方清呢，已经有点有腔了调。其实过之后，说明有一个王先生呢，觉着。都被创造成了对方清的惩罚不好，对方清的惩罚了有着破坏作用，所以我一重新翻出来被创造成被创造成是方清的不了这个沈夫人被老子以南京教育场方清是没办法，百般无奈，被一步步退下来，一步步背上去。这个沈三姑娘为啥要逼方清呢？一个目的是要晓得伊到底也做过没做过，做过伊就不适宜，做不做过了，伊实际要适宜。把云南里学你这个人光谁是方太太一句话，侬政治过不中国当官上去好了，姑娘再不好你已经没得面子了，侬已经没光彩了，侬被人弄得这个实验室上是啥事呢？就是这个方清误上去创造人呢，被方清的惩罚了，比什么不说还有啦，南京去这个收入这个姑娘去，
方清不是个不是个正派人物了，彼此，所以方爱，因此有老先生所以我又搬过来。这个一点确实是有一点的，但是老让方清身上的这个是少年的，啊气，对吧？那么听众要听啥听呢？才出气。应该说，人物的言行举止来源于抒情的需要，因此在人物性格方面存在前后矛盾或者不尽统一，都是难以避免的。而评弹的起角色也是逐步形成的，其中从昆京两大表演戏剧关于行当的分类中获益良多，并根据同一人物在不同抒情中的身份、环境与心态，形成了富有变化的塑造城市。老艺人魏寒英在《评弹演员的舒台美》一文中曾经这样分析，不论起什么角色都要符合身份与个性，如《珍珠塔》里同样一个方清，跌雪时应该是拖鞋皮小生，在北京看灯时是金生，出京做七省巡案时是沙帽生，唱道情时是正声带点油。那么从方清来讲呢，虽然方清得法奏过要来讽刺这个势力姑娘，但是不能忘记你你是个再想生子离不离子中上女的七上人的不能努力亲得一得来这样亲过的人像与宇宙那个宇枪王这个小胡子不带的，这还是要有一定的分量。你虽然接待姑娘要来失礼，要来报复那个失礼讽刺呢，但是你有分寸的。七个国生呢，搿辰光先生啊，阿关照老师嘛讲，一搿个前头一段得表这样的产品啊，不要太油啊，不要太油，但是呢，要我。方清的这个小妹比起他还是年纪轻的嘛，对吧？年纪不轻的，格个就表现出来，不要太油。那么进宫那个头呢，方清不要太凶啊。我记得个辰光，这个那个武士刚刚嘛，对两人杀死辰光，杀个不长大人啊，前头个两个交锋了，反复文章，啥方清别不走过势力跟上武山嘛，因为是两高头，我总记得听他后头当了第一切。然后那两个小青珍珠他是在人家我从来没听见过，那么那两个的胖子的袋子让人当那时候那这个胖子实在举起袋子，这个人是啊没能办法来吧啊，你这个事业措施啊根本变了，这两个交锋辰光跟辰光刚刚出来沉默刚刚不得失事。那么方清要让个辰光呢最初是思想对症，到底为唱为不唱啊，呀毕竟是姑娘，那么唱吧，自个身家买家，自个到底李宗山人、七三人、武动人，阿拉不唱，搿看起的衣不拢。那么就是一档片子，叫《金杯腔》《余东乡》，搿档片子相当好，唱得非常非常。搿再还有唱片，讲再有呢，正义唱，要随着姑娘。所以这个天下读书我来透一透气。在珍珠塔中，无论是年龄还是思维，与方清更为接近的是陈翠娥、彩萍这对主仆。其中陈翠娥虽然是娇养兰归的千金小姐，但她并不受封建礼教的羁绊，花园中待母周全，负荆请罪，照样将至宝珍珠塔赠予表弟，像赠塔中的慷慨大义，哭塔中的断肠九转，托三庄中的为人着想，痛责中的怒其不争等，都是对这个人物非常鲜活的描写。整天我们年末又是首年，那么整个那些经典有两样水功，所以各方面意义是好，现在也是还是他们也是这个啊的，那么对中间的也是有联系，对吧？我没回去的。沈翠娥呢是叫沈怡，有沈有怡，
讲了这个政治的开头第一位事就是审他，政治他了，叫罗学定审他，就说一记着总学着方清一道这个青梅竹马。那么娘施礼呢，以给母亲在得娘去打招呼。老老托三张的人光了各种片子唱老老了听客听子出眼里，是个我表弟这次过来我已经四十，我随那个彩屏帮老人家不理记住什么相应，是个我四太表弟来发出过我是穷的，我无论是我不能想我娘是当起我里个，我是是分明目的。沈彩云呢，伊是个御史千金，因为爷娘呢就是讲个，伯母，王位伯母就是来自配置方清的有亲事，所以两夫妻呢相争，啊个，一直分为两院，啊沈夫人的那西院，啊这个赖大人的那另外一个上户。那么实际上不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讲两面点灯要拉拢爷娘，所以虽然年纪轻了，还不能皮糊了，同样呢应该讲蛮神圣的了，但是为止这个一点呢，你就是讲比较懂事体质，来历之不善者。我比方说有一帮骗子啊，那生产我扩大，给大家晓得我大概有这录音，上次你那天津的电台你放过，有一种录音。哭他历史那个哭他的一句一句能听到那是十个个性生成我个个性呢，我们争取他你想个整个来说起来嘛，我是在呼吸生成我已经讲生产的不可为，好好要这个生产的，像这个刚不刚三姑娘那块呢？啊，要这个主里向这个啊，闲话才讲你讲这个封建老爷圈层啊，啊，老爷圈层这个哪能，你不要得功得功，哪得功没啥，的确有些地方面流落，那么到这个解放以后啊，在宁波，政治上是三级来的，也是信仰封建。啊，封建一些这个啊，得功名啊，不要做官啊，搿些物事，其实搿个理解还是很机械的啊。在每一部传统弹词作品中，都有一个人物被称为书中之胆，此人不一定是第一主角，但若没有此人，整部书最容易寡凉淡薄，索然无味。全靠这个人物在其间穿针引线，闪转腾挪。或掀波助澜，或直定乾坤，真是系成败于一身。如评话《英烈》中的胡大海，弹词《玉蜻蜓》中的老佛婆，皆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珍珠塔中的书中之胆又是谁呢？自然是那伶俐聪明的彩屏姑娘了。因为一个出身厉害的，一个八部了，八部就是讲伤病，够特的，搿屋里向已经哭得不得了，这没动力。你寻求自卖自身，自家去卖身做丫头，
我这个动力呢就得把我父就有危险，我有恶了阿拉杀土为恶，你是哪一个人？所以在我国上呢，七个国上呢，你分享一点我里个人，是哪七个世界？还是你这样价位三家出几个，我里的三家出几个？还用中间一个，你那名是非动荡力啊，是啥样一个在我里？搿个事体不管你啥体，啊是吧？二百八百里，六岁，是吧？你是非分明，而且这个人够实够刚，你对夫人可以当面指责你。他是当时有行动之正为夫人，他说叫马车金花从大山崖，这是读书人的志气呀，为什么不害你？夫人啊，善于说得好，你的神人才将来好相为，来往亲眷还是亲眷，亲情还是亲情，来往夫人也三思而行。不就是一般的可从我就是故事啊蔡平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是没害而且你是犯事的这个蔡平等了老年得了不得了还不像呀你还不像一个屋里的角色但是这个屋里就是西边人上分一百个屋里都为了经营文化也有资格但是啊但是唯一的屋角这个屋圈大杂三分五千个厉害有点三七个地方是吧有种地方甚至于听到了后面的来那个三娘我只是上去不太那个你是刚才估计哎但是你弄得有谁的位置没那个你们就杀的人来救的人这个蔡林杀的人来救的人哎是有一个的办法现在不看我五天是国境五天谁是你凭一张纸都设置我来的蔡文玉真一个你过了房间人家做法还不得的公家经过市里你自己还不得了那么蔡文呢是个对现在是忠心的不得了的你那么刚一句个呢你是流浪的现在特别啥事体谁还带你商量蔡公家的是专门出席出征迎新若确定算蔡公先生下来还是出征迎新方清做事故到紫微堂要接姑娘主席小小夫妻班的也是蔡姑娘包括方清今年后来挪到紫微堂去回到紫微堂要当三不孝要抽得老太太当儿子三桩不孝使得沈刚的方刚两刚人刚红毛还是蔡平所以蔡平的屋顶呢能能够气得好气得活这个就是出来了雄出少年在珍珠塔这样的世俗故事中要寻找侠义的英雄豪杰自然是没有的但是想说想做敢说敢做能说能做的青年才俊倒是不少
也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爱与接受。那么珍珠塔中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吗？苏州评弹虽然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但与讲故事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戏剧冲突，也就没有戏剧效果。而要表现戏剧冲突，就要塑造好各种不同的人物，让他们活灵活现。在珍珠塔中，除了以方清、陈翠娥、彩萍为主角外，还用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三位年龄相仿却性格迥异的老夫人。他们虽然都是官宦人家出身，但是在为人处事的原则与方法上大不相同，也就为戏剧冲突带来了各种效果。从三分到四，珍珠塔三位夫人呢，的确是，侬要设好珍珠塔，搿个三位夫人侬起勿好的，角色就起角色了，搿个三个角色侬起勿好的，侬就很失败了。方太太是个女能人、女强人，现在讲起来，你方相夫里向20岁就守在剧中，处理中规平凡，处理家务事体，相夫里家务，不是一般人家。吃的比较多，比较复杂，也能够处理尽心尽力，是一个能人。那方太太呢？也是阿拉讲起大义大德，啊，大义大德，后生如寇，侬儿子抚养成人，是吧？但是，这个老先生讲到，这是阿拉先生同讲，方太太是个厉害人，厉害角色，现在讲叫厉害角色。哪能叫厉害角色呢？伊见过大世面。见过大世面，搿种厉害角色就是个大人物，伊可以上得厅堂，可以今朝是搿个日脚啥好日脚没过过啊？但是吵架之后，搭儿子辣坟堂屋里向放烧纸布，供儿子读书，吃也没吃，扎得破纸落烧，这样一个人，外子外我早也听过来，就是大人物。我觉着呢，一个方太太呢，搿个角色呢是做得非常有文有资格。确实有资格，当谁不晓个辰光，搿当谁不晓个片子出来了，没车队好背的，侬背得哪里个车队呀？搿儿子还要当娘家娘家个嘞，姑娘说我做锅里怕磨皮，侬无法从锅子里马上锅出去，娘谁带你生呀？哪里个长辈，不希望自家小辈好啊？侬带我娘说。说过我开心啊！侬对我说让外头讨同的，我娘非得骂，而且要哭。哪里个长辈不欢喜小人好啊？这个叫势力，平辈势力，长辈不叫势力。这个叫恨铁不成钢。他是很有城府的，但是呢，他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一个人善良人不等于好，机智的人不善良就是坏人。对吧？所以老太太她是一个很善良，但是很机智，交关事体，哎，老李手里想处理，她有她的特殊的处理方法。搿个辣古色相位当中，辣老方太太后头处理，房清亲娘啊，欧阳宣之啊，姑色相位啊，当时不需要，侪有非常这个细致的体。谢天，恭问娘。
女确实为了非确实真是风来水你是凉既那妻子女有人能忘呀一起出生少呀一人风一人香他们一一路想是一是女爱是娘他是婆我一婆婆人子我给他们神圣我红梅一兄弟娘我是你的你不用用他的人房这位当路神风梅妻子我家家门都想和我也不和人子莫非他一里兵爱拉心我过了你家是这个方涛涛来是的没害我情况有这个一个印象定印象我现在是我分读书的我老师开始读书老师注意我跟着去的我听其他我辅导也听见所以听这个方涛涛神志在想呀都有神识了我为的来了让听你啊所以方涛涛这个人做人啊也给我们有辰光啊一些启迪跟他一个人一个非常机智但是呢很熟练还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应环境啊到啥山做啥啥这样一个老太太啊所以这个方涛涛的性格啊，所以说上天当山不选，伊明晓得儿子对个，侬姑娘是不好嘛，但是要当山，公事大局，大局，大局是啥？首要要做啥？亲眷要睦，所以呢，最亲近到儿子。如果说方太太给人一种顾全大局、不苟言笑、三分慈悲、七分威严的当家人感觉，是因为她遭受过生活的跌宕与起伏。那么另外两位老太太则始终养尊处优从未尝过家徒四壁自谋生计的滋味在珍珠塔中任性与蛮横是毕夫人和陈夫人的共同特点所谓说着风就是雨毕夫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而在她身上的喜剧效果也尤为突出毕太太呢啊一句我你叫啥呢啊是妈妈你但是一个妈妈呢他这样书里跟我讲书里啊的心胸比较狭窄一爬得多因为一个十字个啊一个妈我十字个但是呢爬得多个人上去个所以这句引用里这个一个的都能搞到龙啊龙是反复追责龙是没啥动力个穷苦来死个发抗生命个搞到龙就搞到龙称兄道弟啊无所谓个龙搞不龙啊龙再改动力再有就是但我不得搞他就是这样的毕涛涛呢不是实干，因为毕涛涛的男人呢是福建出身，就讲福建三个人，初中啊那从河里北大上的，从个河里慢慢就升上去了，日本辅导是实干，所以个毕涛涛呢不是实干，所以原来儿子当时才做干部的了，是吧？那么另一个性格呢也是两样的，刚才阿妈们那有点妈们的，但是这个妈们妈们的还不像你。哎，你对男了，不管男个人有动静没动静，什么我不干，我就欢喜呢。你要当我娘腔子了，我就要对男对你空的。毕太太分读书的，是个什么？那么等了屋里向爷娘欢喜，到对家里向男人欢喜，老头子一死，两个儿子努力碰了水，哎，是立定头，出力头。哎，你不管那门里个的，只要打理热络，只要穿你个心，你就得来哈。我呼吸毕夫人，毕他夫人胸襟开阔，胸无神乎，实心实度上有啥是啥，不做歪木工。这个赖太太是个福气人，
别他他们死了啦，还是一直犯死的。加别他他的子，就是刚这个沈夫人，是不是？沈夫人是只口只口口这个人做官不做官，别夫人呢不乖的，方清不做官，侬也要嫁给伊，是吧？伊只看一个财，不可以做官，不做官，只看人才。这个小奴说的有听的，口见一次办一次的，非要服取我来客的，将来都是那个女婿这个苦恼的有得可来嘞。哎呀呀，山里烈吧！来陪不扣来，然后他闷声不响，是浪费米的。说说啊，因为这个女的地晶晶与脑鱼的个，哦，你要说到你空浪的到你脑鱼影响的用呀，哈哈哈！哎呀呀，公子不该听戏一般心手啊！大人，你要想走，你不是你老婆要请他过来，啊不听，孩儿心的母亲婆，喏，一样一个对象，那还哪个对么是的呗？你的口气是湿哒哒。法律咦，女婿分口什么了？说你已经都一来的，他想不了，不必一走，就说来他手里身体闷声不响，定了是放心上口。为啥？要做自家女婿的，口口声声，非要天干买干，干到个死皮黑脸，待我囡恩终身，口口口，现在待你仔细一口目。十岁生娘张某某，比父亲能一把，哎呀，太人欢喜呀！三位老夫人中性格最为复杂，形象最为丰满，其角色最容易出彩，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无疑就是陈夫人了。在《谭词话本》中，陈夫人本名方朵花，她父亲是当朝宰相，哥哥是礼部天官，丈夫是西台御史，集各种荣耀于一身。但她为人骄纵蛮横，七贫重富，是全书中最大的反面人物。说书人有时候就直接用势利姑娘来作为她的称谓，她的势利心肠也可见一斑了。沈夫人是相当重要一个角色，因为矛盾在上一身了，事体在这里查出来的，是吧？那么侬想，所以前头前头主他里向沈夫人呢，她是也是因为伊比较蛮猛，比较势利，那么侬放心得罪了。那么阿拉先生已经跟我讲了，包括了魏先生、他先生也讲，沈夫人其实是个啥人呢？你叫没用核心人，没用核心人。他不是一个很刁钻、很会算计啊，而且是门槛精得不得了。沈夫人，这个女神性，神性的蛮猛。
所以你不不灵，你是相夫人的亲戚，你在讲起来是中立多个人，各个子有多各个子特别懂事体，有多各个子特别雅美，特别个风光。那沈夫人就说一黑在我相夫亲戚，所以你搞个啥啥个，你要扣门的，那门的搞个当然搞的，搞当多个当然来去，你不搞当就你不门的滚多娘的，你三十个人。那个沈夫人是一个这个演面子的人了，啊，那么旁边后头嘛还这个和吹纸了啥，一来后头嘛谁，哎呀，这个你是看一个清酒的了，你夫人平常已经讲你陶平常娘讲男孩男孩男孩，非得你看二龙子是不是像盖胡子一样的，那么大家在口服起里面，你口服起老农人，老农人是从啥出身嘛？陶平伯嘛，大兵一点低位出身，啥细节阿拉屋里不要好了，阿拉娘讲是哪能哪能哪能，谁叫输的这故事，哎呀天花乱坠辰光，那么报得来那放假多少要来，放假多少要搭钱，那么各种那个样子啊，铺子落手一只小包狗，一顶破雨伞，三个里天气咋就刮海清，面孔么稀碎了嘛？大家可以各种这样，这个侬讲的各种门庭里搭出来个啥样？那么你穷了，一穷呢，那么搭方清闲话胖家了，方清买一点人少气盛了，对吧？但是是难讲，但是一个男性呢是输的。然而正如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真理一样，人作为最复杂的个体，也不能简单归纳成好或坏这么两大类。珍珠塔的世俗性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都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所以虽然我们并不赞赏陈夫人的势力举动，但她这样做的确也有她自己的立场与认为。夫人是势力，是势力，势力姑娘，势力姑娘出名了嘛？但是那个势力还有一点点利益，当着利益发的话，少来些个。你个利益什么欢喜囡，自家养个囡去搞不个穷人啊？侬讲对吧？我讲搿个礼部搿个陈女士立提拔起来个，讲还是老太子立了娘提拔起来个。那么各方面你也有立个大地的呀。侬啊，侬配不你还中举的，配不放弃侬，再好也不打我为啥，对吧？我打的是侬讲啥呀，对吧？侬搿点尊重也不尊重我嘛，对吧？还有道理嘞，啊啦，各方面那总之，那么人家有那么口，侬特势力来，那么有一个一车里向嘛，当时人家也甚至已经嘞，有个高一高在那哈，一车里向嘛，尊贵个了啊啦。出人之祸了，那么人家看了，个势力姑娘势力的来呀去，对吧？听见中国来拍马屁，听见不中国马上势力，对吧？其实么，你自家为之囡，主要为囡，对不啦？你乃于你个时代背景，个辰光于师傅出啥干一个创造人的道士了，哪能好努力当女婿？有你个背景，你三子三不写个当骗子来去看看看。啊，是噶，付出心噶。方夫人是个沈夫人是实心实肚上个人呀，你一点点不坏心思个呀，一眼不恶意的呀，这个人啊。如果你是坏了恶个，你不会得不给屋里起来起起起呀，对啦。哎，所以说是对呀，这个对这个事情，我这过说主要过说要呼吸，那个不是说了让有劲的呀。那个个代理讲法，他们个个书有啥说的呢？侬说侬非说，个个说书了就是个点好不行，老先生个笔法好。讲么个老夫妻相争啊，哎呦，我要打嘞，我要骂嘞，啥个拉住手了，打死要脚，侪是用种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喜剧的形式，不是啥个真的这个家暴嘞，你讲起来是喜剧形式。这个慢慢的呢，他有可爱一面。你到底分三三四三，还要听一听。今朝妻子的话太过分，我的风火俱备，一把被子么当住动开，这个到底太结棍噻。我为的
你是光是拿下拿个风口机呀？人民刚拿下手中呀？有句老话，家家里事事。在戏曲舞台上，可能为了强化艺术效果，陈夫人的角色在演出中比较偏向彩蛋这个行当。但是在苏州评弹中，历代传唱珍珠塔的艺人都强调起陈夫人这个角色时，在言行举止方面特别要注意分寸，不能过于夸张，以免与她的身份不相符合。这里面既有对艺术尺度的掌握，也有对书中角色的综合考量。所以一个人要把握好，首先是一个相国千金二品夫人，伊有这个身格，啊，千万不要把它起成一个彩蛋角色，不是一个普通人讲个渣来西啊渣，个没文化的，他还是有文化的，还是有文化的，但是呢比较幼稚，比较天真，那么心胸比较狭窄，心胸比较狭窄。脾气呢，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养成那个脾气，所以各个里向侬跟主事要掌握好。沈夫人大家关心，多过关门巡，有一定的分量的。能服好，把苏丽姑娘服好了，紫薇堂解放清辰光，哪里去得了？有少不少个分量噻，特意夸张，特夸张，假设就误解了，人家不相信了。上个等了个台浪向个医生夫人，上个从熬头了，整个从腔调，马步腔没个。你不是个死人马步匠，你呼吸人。到有些来说是石头这个长刀人那个一路的啊，翻翻覆覆覆覆翻翻，你是呼吸个人了，弄得这个样子。到有些来多少板的个一路多少构成好啊？你让了别人白玉，喊一声，婶婶，你在哪里呀？方涛涛一听自家姑娘出来了，一个女婿三叔呀，哎呀，三叔啊！说扑个扑出去，老了自家阿双个水，这个是真的嘞，个自家良心发言，自家个娘讲我哪能会得闹个阿是这个样子？这个个性啊，飞飞复复。
所以我觉着市里姑娘，市里姑娘有那个一点点流量。一会儿去上崔子个当，崔子没欢喜，崔子么是书记派，而个小区后头才讲人品不好了，啊，蛮势利，那么也是刻薄。那么伊呢欢喜嘛，已经这个听之一个善意，到最后晓得少少来的，那么也是的。那么崔子身上拉得勾勾人人啊，我哦，才是才给我听之侬闲话，听之我闲话，跟母亲那去私家，那去私家，要是块对个呀，我东搞你西搞呀，哎呀，我也是在哪么哪办法。所以他身上很多喜剧性的因素，但喜剧性的因素呢，侬又不好把伊演成过一个彩蛋式的这个啊，个喜剧性的人物。其实识得四个人了，我没理到，就讲你识得你自家死了，嗯，把一个人你不欢喜的，哪怕你讲陈夫人的人死里，还有他人欢喜的上火，不愿意失望里头的，你讲真的呀。所以说，四人对里向假死了，侪有种感情的。一部《珍珠塔》虽然没有说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但也唱出了为人在世的酸甜苦辣与种种不易。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的形象却是真实的，不然仅靠三弦琵琶怎么能打动人心和引起共鸣呢？在《珍珠塔》传唱过程中，名家辈出，响当云集，他们在说学弹唱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从下一集开始，将陆续为大家来进行介绍。